直播吧7月31日选剧 The Athletic 记者 Anthony Slater 报道，勇士队后卫帕特里克麦考预计将会和勇士签下一年174万美元的资质合同。此外，由于今年夏天考辛斯的加盟，麦考下赛季也将该穿其他号码的球衣，原为0号。上赛季麦考代表勇士出战57场比赛，场均 16.9 分钟，拿到4分 1.4 助攻 1.4 篮板，投篮命中率 40.9%， 三分球命中率 23.8%， 出战6场季后赛，场均 2.7 分钟 0.7 分 0.5 篮板。Rookie